没有人相信我们的儿子是你的姨父子。我在沈家早已是一个死人，为了能给沈家留下这唯一的根，我只能选择带着我们的儿子一起改嫁。今天再苦再难，我都会把他抚养成人，他是沈家的希望。我会找到杀害你的凶手，我会为爹昭雪，我不能让你和爹死得不明不白。等到那一天，我一定带着我们的儿子去沈家墓地祭拜，我要让我们的儿子认祖归宗，重振沈家。啊，老夫人，轿子已经到门口了。吉时已到，有请新郎新娘。来，把孩子交给我吧。柚子叶洒水，避霉运，避邪气，吉祥如意。一拜天地，
姨奶奶，这就是大少爷的房间，您自己进去吧。姨奶奶还在大少爷门外等着呢。把我的棉斗篷给他送过去。哦，是。姨奶奶，这个是老夫人叫我送给您。替我谢过老夫人。是。请问、啊，大少爷他一直都这样吗？今天，我永远不会忘记送你走的那一天。那是你离开沈家两年后偷偷回来看我，那天跟今天一样冷，那天跟今天一样，天上飘着雪。我怎么也不会想到那天就是我们的永别。今天我好后悔，如果那天爹知道你回来了，如果那天我能留下你，也许一切就都不会发生。回来过的事情千万不能让我爹知道，不然他会误会我的。我更担心他会迁怒于你。我知道，我会牢牢记在心里的。好了，赶快回去吧。来，冬雪，拿着，天太冷了，赶快回去吧。今天听话，等着我，我会尽快回来的。今天你要早些回来。打哪儿来的？二娘。跪下。二娘叫你跪你就跪，家法当前你敢不跪？说
我亲眼看见你跟一个男人出城，那个男人是谁？你是不是趁着大少爷不在，背着老爷跟什么人做出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来了？没有，二娘，我真的没有。那跟你一块出城的那个男人是谁？要不说我就得把这事告诉老爷了。老爷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到时候他动起家法来，吃苦的可是你自己。吵什么？老远就听见你们大呼小叫。这家法是谁都可以动的吗？老爷，我本来不想惊动你，既然你来了，你就好好审审你的好儿媳吧。审什么？不就是冬雪出去回来晚了吗？她可是沈家的媳妇，不打声招呼就跟着男人往外跑，你就不起疑心吗？冬雪不说自然有她的道理。冬雪，起来吧。冬雪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是去送我娘家哥哥的。哦，娘家出了事吗？没有，是我哥哥和嫂子想跟我借点钱。那你哥来干嘛还鬼鬼祟祟的，还走后门？该不是你拿了沈家的钱去救济你娘家了吧？没有，二娘，我是用我平时的积蓄接济我哥哥的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闹了。冬雪是我们沈家的长媳，她的为人我最清楚了。反倒是你，无事生非，唯恐天下不乱。我没有啊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回去歇着吧。哼，大少奶奶，怎么样啊？没事了，还好二太太只是看到了个背影。这事要是让老爷查出来，我就得卷着铺盖回家了。荣管家，今天回来过的事情千万不能让老爷知道啊。哎，今天之所以悄悄的来悄悄的走，就是不想再惹爹生气的。爹可是说过的，要是他再敢走的话会打断他的腿的。我担心老爷要追问下去，多亏您应答的及时啊。时候也不早了，您快回去歇着吧。哎，我要见薛姐姐，我要把写好的字给薛姐姐看，不然我就不睡觉。我等了一晚上都没有看到薛姐姐，我要去找她。静妃少爷，静妃少爷，你听话。静妃，又不听刘妈话了？没有，静妃没有不听刘妈的话，静妃可乖了，静妃还在屋里写字呢。走，雪姐姐，我带你去看看我写的字，快点，快来坐，我去拿字去。二少爷早就把字写好了，非要等你来看完了才肯睡觉，我怎么劝他都不听。雪姐姐，看，这个是我的名字，这个是哥哥的名字。静妃真聪明，字写得也好。薛姐姐，我哥都走了好久好久了，我都想他了，哥哥他什么时候回来？静妃最乖了。那静妃，你现在是不是该睡觉了？你要是现在就去睡觉呢，薛姐姐就答应你，明天薛姐姐教你写爹的名字，还教你写薛姐姐的名字，好不好啊？好啊好啊，我现在就去睡觉去。啊，对了，刚才前厅里是怎么了？闹哄哄的。我哥来找我借钱，被二娘看到了，他还以为他又为难你了。没有。刘妈，您都是家里的老人了，一手带大了静天和静妃，我怎么敢骗您呢？
我真的没事，您快进去吧，不然一会儿静妃又该叫您了。是长辈，怎么就不懂得给冬雪留点面子呢？冬雪娘家现在落魄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为什么非要逼着她说出娘家人来借钱的事情？我哪知道，那人是他哥啊。不是他哥哥还能是谁呀？谁让他不说清楚的？哎，娘家人来借钱是光彩的事吗？换作是你，你会让婆家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吗？冬雪从嫁进沈家，一直恪守本分，孝敬公婆，对上对下恭谨有度。自从把家里的事务交给他以后，哪一样不是打理得井井有条？沈家上下的人，哪一个不夸冬雪贤惠能干？就你清清闲闲的做太太还不知足。你真的要走吗？今天，爹会同意吗？我不管爹同不同意，我都要走。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太重要了，对沈家也很重要。那你要走多久？我不知道。今天，当初你说走就走，走得那么匆忙，那么义无反顾。你说是为了查清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你答应我，有朝一日一定会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我。可我却没有等到这一天。你的出走对我来说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。哎呀，老爷偏偏是这批货，您看，还有两天就要交货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先不管这些，赶紧核算损失情况。好，看看我们的存货能不能填补这个缺口。好的。这是怎么搞的？大哥，谁干的？二叔，敬白大哥。哦，冬雪也在啊。早晨起来我就听说伞房昨儿进了贼了，这是谁干的？我们也是刚到，没来得及调查。这批伞是后天交货，我现在最头疼的是怎么补救。我看这样，你专心去想解决的办法，至于调查嫌犯这点小事儿，我来处理。这事儿不劳你们费心，我自己会处理的。哎，这叫什么话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呢。哎，少爷，老爷，这批货是福旺贸易行林掌柜下的订单，一共是1200把伞，大约有500多把伞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，咱们库房呢还有300多把，不足以弥补这个空缺。哎，你叹什么气？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，你手里不就攥着一个大宝贝吗？嗯，我说的是竹林。又打竹林的主意？什么叫打竹林的主意？我们是在帮你想办法。华盖坊从来都是用那片竹林的竹子来做伞骨的，怎么能说卖就卖了呢？大哥，人要懂得变通，特别是做生意不行。爹，爹，二叔也是为了伞房着急，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不同意见您不要太往心里去。二叔，爹一定有他自己的道理，既然这个法子行不通，我们就想其他的法子好了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还能想什么办法。走。啊，曹管家坐。沈二爷，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，你倒是有没有个准信啊？
这个嘛，当初就是你们父子两个打的包票，我们家老夫人才在几块竹林中选中了你们家。可现如今定金也给了，你们拿了钱却不办事，是想毁约吗？啊，不是不是，曹管家，我们呢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不正赶上家里出了点事儿吗？据我所知，这个沈家的竹林不在二爷的名下，沈家也不是二爷说了算，是你们一再的求我，让我在老夫人面前给你们沈家留下这个机会，这我才答应的。这个事儿要是捅了出去，我倒没什么，那你们在沈家可就不好交代了。曹管家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既然我们收了你的定金，就一定会想办法促成这笔生意。这样，十天，你得给我十天的时间。如果到了十天，这竹林还不能到你的手上，那我们就把定金如数奉还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好，不送了啊。一个管家他神气个屁呀、啊！景白，你要弄明白，他现在可是咱们的财神爷。少奶奶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荣管家，你认得这个吗？认识啊，这是狗子的，您在哪儿找着的？这是今天早上在库房里发现的。少奶奶，荣管家，我想不到这个小兔崽子干出这种缺德事儿啊！荣管家，你快起来呀！荣管家，我罪该万死啊！荣管家，荣管家，你快起来呀！来，这个臭小子，少奶奶，我把这个狗崽子找来，让他亲自向您请罪啊！这个东西真是气死我了。说啊，那个平安葫芦现在就在大少奶奶的手里。哎，舅舅，傻狗子，你怎么净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？舅舅哪天对不住你啊！我也替您抱不平，您在沈家这么多年啊，为他们干这么多活，上上下下的沈家没一个能离开您的，每个月才给您这么点钱，咱们凭什么给他们卖这么大命？你住嘴！你给沈家造成这么大的损失，你还把过错推给人家，你想气死我啊你！舅舅，这回您得真救救我了，真的，您就饶了我吧，舅舅。好，你给我起来。
咱们去见老爷，当面请罪。什么？我不去，我不能见老爷去。你就是死了，你也得跟我去。我不去，我不去。你踹着跟我走，我就不去，我就不去，我就不去。你这个臭小子，给我站住！没想到他荣旭的一世英名竟然栽在了外甥手里。就是这事要是让老大知道了，还不得气得抽自己俩嘴巴呀。这件事先不能说出去。为什么？这不是让老大丢人现眼的好机会吗？看他以后再神气，这叫养虎为患。你懂什么呀？把狗子交出去，顶多呢是把他开除，倒不如拿这个把柄要挟荣旭。以荣旭在沈家的地位，要是成了咱们的内应，你说是不是对咱们更有用？买竹林的事儿，说不定荣旭还能帮上忙呢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东西，这走，跟我去见大少奶奶。走，少奶奶，进来呀、啊，快进来呀、啊！大少奶奶找你有事儿。拿着吧，我不会用它来难为你们的。今天这件事情我没有跟老爷提起，以后就不用再提了。哎呀，狗子，我今天这么做不是为了要包庇你，人犯了错就应该受罚。是。其实你需要钱可以跟我们讲，你真的不应该去库房偷东西，更不应该闯了祸就跑，让伞房遭受这么大的损失。狗子，你好好想一想，倘若沈家今天真的名誉扫地，华盖房所有的工人包括荣管家都会因此而受到牵连，那你又会怎么样？荣管家大半辈子为了沈家忠心耿耿，任劳任怨，我更不希望他因此而丢了这份差事，所以我想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谢谢少奶奶，谢谢谢谢谢谢少奶奶，谢谢。不过有一样，丑话我可要说在前面，要是再让我发现你有什么不端的行为，无论大小一律赶出沈家，永不录用。一定一定。大少奶奶，狗子知错了，以后再也不干这种事儿了。从今往后，狗子一定听大少奶奶的话，踏踏实实的干活，也给舅舅争口气，报答大少奶奶对我的恩情。今天一直就有在伞上作画的想法，可是为了查清楚一件大事，他突然离开家，一走就是两年，所以一直没有机会跟爹提起过。那次华盖房的伞被颜料污染，华盖房面临信誉和资金周转的双重危机。是敬天在伞上作画的想法启发了我，我决定试试。没想到买家非常喜欢，不仅让沈家转危为安，而且还接到了更多的订单。能让敬天的想法得以实现，并让沈家因祸得福，我心里特别高兴。
哥，今天可是双喜临门，恰逢小年儿，华盖房又顺利度过了难关，真是可喜可贺。今天应该是三喜临门。哦，冬雪为沈家立下了汗马的功劳，三房又在小年夜做了这么大一笔生意，来年一定是开门红啊。对对对。各位，这次华盖房能够渡过难关，冬雪应尽首功，我知道大家都辛苦了，我一定会论功行赏。在这里我先敬大家一杯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敬天也能回来，那真是团圆美满的。老爷，严警官求见。啊，快请。是。敬天最好的朋友，我把他给忘了。快请进来。严警官。严警官。刘妈，快给严警官布座。好，请坐。请坐呀。沈伯父，敬天回来了。敬天回来了，敬天回来了，大哥回来了，敬天回来了。少爷，少爷，大哥回来了，大少爷回来了，敬天。尸体是在城外的山林里发现的。我们赶到的时候，静天已经死了好几天了，一枪毙命。现场没有发现搏斗或者反抗的痕迹，凶手应该是个用枪的老手。沈伯父，你要节哀啊！警察局已经立案调查。一定会找到杀害静天的凶手的。静天，大哥，大哥，你快起来！碗筷我都给你准备好了，你答应我要跟我一起放鞭炮的，大哥。大哥，你快起来！你别睡了，大哥。大哥，你怎么不起来啊，大哥？别睡了，大哥，大哥，你别睡了，大哥。爹，大哥，他怎么了？
今天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，我盼着你，想着你，天天生活在希望中。如今你回来，却把我的希望都带走了。我曾经问过你要去哪里，你告诉我说，为了查清楚那件大事，你要去很多地方。你说让我在想你的时候，就给你写信，等你回来一起看。可是我才写了一封，你就走了，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再回来了。从今往后，我写给你的信，只有烧给你看了。今天，严征说你是被枪杀的，是谁杀了你？为什么要杀你？难道是你在外面与什么人结了仇吗？你的死和你要去查清楚的那件事有什么关联吗？我真后悔，那天你回来的事不该瞒着爹，我不该让你再次离开。如今没有了你，爹失去了心爱的儿子，华盖坊失去了继承人，我的心也空了。今后的日子我该怎么过呀？哎，手脚都麻利点啊，小心点啊！慢点，小心点，慢点，慢点啊！来，小心，小心啊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！好嘞，来了，快点！爹，这姓曹的刚派人送来的，要是再不把竹林卖给人家，人家给报官了。爹，这回咱麻烦可大了啊！我看先送一部分定钱给曹海，先稳住他吧。你看看看看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当初跟您说十天之内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，您不信。现在都过去俩月了，曹海够给您面子了。你个不争气的东西，要不是你成天抽大烟，咱们家能败落成这样吗？那钱都像流水一样流进大烟馆了，你还好意思说我？哎爹，好，我错了，都是我错了，我该打你，您打死我吧。行了行了，说说今天去华盖房都干什么了。爹，我今天在华盖房发现点秘密。哦，咱们沈家是不是有什么治伞的秘方啊？有啊，老大在继承伞房的时候同时也继承秘方了。那您怎么不早告诉我呀？这，咱们应该先把那秘方给弄回来呀。爹，咱们不是做伞不如大伯吗？主要就是没秘方啊。要是咱们当初继承了华盖房，现在生意做得比大伯红火。现在华盖房后继无人了，总不能看着老祖宗留下的东西让老大带进棺材里去吧？对，儿子，咱把秘方夺过来，把华盖房也夺过来。飞花的清晨离开我，心如刀割。伞下的风雨淹
色更浓，岁岁又年年，梦还在，可古的誓言随风远去，奔跑在身边是在寻。